唱的更好一点，是不是？比较有力啊、哦，比较有力。哦、oh. ，
OK， 那我们继续看看呢，评审们呢对你的表演觉得如何？是，好，进来了好多的粉丝。林俊昕好了，俊昕，他忙正在写，现在打断他的思绪。没有，你说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新的一首歌，人觉得好的青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啦，我觉得，因为这首歌怎么说呢？我没有办法用一个方式跟一个方程式去归类人觉的声音，或者是他诠释的那个感觉，就是他有一种破碎的美，你知道吗？人觉唱歌就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他又不可以唱得好像那个线条要顺一点点，问题是什么？所以我觉得我很难打分这首歌。啊、嗯、，OK， 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听一听另外一位评审是怎么打分吧。因为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，都很不一样。来，问一问 Jim， 觉得怎么样？你已经是个艺人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已经是个艺人了嘛，对不对？算吗？他一站上来就有像一个艺人的感觉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有粉丝，而且还会打招呼，跟上面的人打招呼。对，对，好像这就是属于他的舞台一样。对对，长得高，长得帅，的确是好事哦。你是要谢谢上你父母亲了。然后我想跟你讲说，虽然说有粉丝，虽然说长得像艺人，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可是，你还是要很专注去唱，因为我发现你开始就是前半段有点被您的粉丝们，扰乱了一下思绪哦。所以你还是要很 focus， 因为怎么说这个还是一个比赛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唱的是还不错，很稳，可是你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你的大小声，你每次会大小声、大小声、大小声这样，所以有些地方听不到，有些地方听得到这样子，忽近忽远这样子啊，所以你要注意一下那个 consistency 哦，你的音量。OK。好，然后高音很稳，然后有些地方我觉得柔的地方不一定要小声的，柔不一定是小声，柔也是可以很清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先注意一下哦。好 好，那希望你发片成功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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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多多琢磨一下刚刚评审说的。